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top four， 就是同学的群组，很可怕，因为我之前就是莫名其妙，你被加入群组，然后那群组说，我的天哪，那是我国小补习班的群组，国小就算了，补习班在有多远？哇，那补习班开很久哎。对，它有多远哦？那我想，哎，这个是我补习班的名字哎，然后点进去看，大概有七八个人，真的就是我当时补习班的同学，四五十年前了。对，啊，没有，还对。然后想说，天啊，还可以找得到我，真的是也太厉害了吧 ？OK， 然后他就开始先瞎聊聊聊聊，之后他就说。好好羡慕哦，你是演艺人员，你好羡慕你哦，就是五光十色啊，光鲜亮丽的啊。哎，那我问你哦，那谁跟谁真的有在一起吗？八卦，开始八卦，开始吃瓜。然后他真的很难搞吗？他有耍大牌吗？他大头症吗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哇嘞，这些人有些我真的也不认识，你怎么会问我？我就说我真的不晓得。他说哈，那都不讲哎，那在那边。贵圈争乱，还讲贵圈，对，我真的也很讨厌听到贵圈争乱这个事情，每一个圈都很乱，对，只是有没有被报道出来而已。没错，看下去我们演艺圈真的还算蛮单纯，真的每一圈都超乱的，对。然后我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回他，然后我就 pass 这个话题，然后想说十分钟不要理他好了，然后开始又讯息，等一直轰炸，我就看。他就说，哎，那可以问一下，就是你一场活动都多少钱啊？你收入年收入多少啊？你一个通告大概都多少钱？我说，艺人最怕的怎么会有人会问人家收入多少？他啪啪啪一直轰炸，然后我正要生气的时候，那个收入多少钱的话题直接结束，开始另外一个话题。他就说，对啊，你收入这么高的话，那我可以跟你借个100万吗？啊！想借钱就人跳出來，他其实最后他兜了一大圈，他是想要跟我借钱，可是他是我那么远那么远之前的朋友，然后他就说，我最近真的很惨啊，又要养小孩啊，奶粉钱、尿布钱啊，100万对你来说还好吧？我说100万很多哎，这群主跟你借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他们是。就是 say 好的哦，好恐怖，他们是讲好，然后把我加进去，怪哦，仙人跳的感觉，总共几个人？大概7到8个人左右。七到八，如果100万，大家怎么分？一个人大概10几万，十几万。对，然后他其实他兜了一圈，他是要跟我借钱，然后你不借他，他还说啊，你好小气哦，你赚那么多100万还不借。哇，这太怪了吧！哇，很太神奇了，我就说再见，我就直接就退出了，就退出了，直接退出，有尬，是个局啊，我觉得很好啊，对啊，可以真的不用再多留了，对啊，你诈骗集团了吧？没错，没必要。这现实的世界里面社交已经够烦了，在群组里面还躲不过，我觉得真的是好疲劳轰炸24小时，真的，尤其是那种被误加入的那种，真的啊很烦，真的。好了，榜上还有最后一名，麻烦佑云帮我们公布一下。好，接着排行榜上的第三名呢，就是团购群组里面疯狂推销，结果被洗脑到自己荷包大失血啦，这占18.9%。网友就分享说，自己其实是不太吃冷冻食品那种人，可是那种团购群组，大家就会互相分享，就说啊，我上次买了什么，你看这是我现在做的成品，看起来就很好吃，所以呢，他就跟着大家跟风买了一大堆，结果自己不会弄。做出来超难吃，还不如去买超商的微波食品开始栽啦。好啦，下单的快乐只有一秒钟，但钱包的痛苦却是长久的。真的耶，那团购你们也有被加入过吗？我被加入过。你被加入过团购？我超挺兄弟的，兄弟要我干嘛我就好，团购群大概有400-500人吧。那反正我被加进去，我也不可能用自己真实的名字嘛。但是其实后台知道我是本人这样子，那我那朋友就跟我讲啊，你就进去。帮忙就是帮忙喊画虾，加一加就对，别人画你弄没讲。但他有给我一个sign，就是你就喊到加20就好。当那个傻瓜。对对对对，就把一直往上拱，一直往上拱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在里面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东西，加20，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再更多，我自己也嗨了。比如说看到一个东西加20，加30啊，加40啊，加50，我就慢慢一直把它拱上去。那反正我就往上喊嘛，他也不会算我钱，这样我反正我就是乱喊就对了。然后2个礼拜之后呢，突然有个大哥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哎，张先生，你有一个东西在下面，你要不要来付钱？”OK， 那我就下去了。一箱东西，里面有零零总总啊，比如说一些团购群里面那些生活用品就对了。哇，我付了快10000多块，太多了吧？所以后来还
还是要自己我要自己付钱。他就叫你喊到20啊，你20要不要自己付啊？但是其实，我朋友应该会跟里面拓展给他喊到20，你自己也给他喊到30。他们应该知道我，因为他们知道那个人是我。那想说你加20之后的，应该都是你要做的，对啊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就是他应该要知道是我啊，我是来帮忙拱的，我并不是真的去买。哦，有些东西那种哇，30几样，还有特别是那个50片的鸡胸肉，我要怎么吃？哇，我是吃10片啊。那你就送给那个桃园好客啊。对，我就慢慢分送给一些健身的朋友，然后邻居啊这样子。你可以不收吗？不行，不行啊！我当下我这里我也是骑虎难下。他如果不收，就真的跟他朋友扯破脸。对，对啊，尴尬。那事后我问那个朋友，反正就他们自己后台小编有点搞错啊，因为资讯量太大了，搞错，真的搞错。那他有钱有退给你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他要退给我，但我不好意思要他退。那我想说，那既然要挺朋友，那就捧场，对啊，那就这样子吧。朋友有搞清楚他的个性是怎么样？对啊。好了，那个你知道那两个月吃那个鸡胸肉吃到快吐。李心妍，你有加入这种群？我之前就在团购，然后在上面他们就会传很多很漂亮美食照，然后就被一个烧到，他就是超级可爱的海绵冰淇淋夹心，然后它真的是就是粉红泡泡，有猫长的啦，有狗狗的图案，就好可爱。然后我想说这太可爱，我就全部口味全部订一个，然后我就想好订了。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墨菲定律，就是他只要快递要送来你家的时候，你就会不在家。对，永远收不到那包裹。有一次我收工录影收工，我就接到电话，他就说：“哎，那个我们有包裹要送到你家。”我想说：“哎，电视台离我家其实也没有很远，大概10分钟以内就会到。”我说：“那不然你就先放在1楼管理室那边，我一下就回家了。”然后说：“哦，好，那就先放着哦。”然后就好，立刻飙回家之后。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赶快东西要拿去冰嘛。对，我看他擦一冰，然后想说好，那不然我吃一个好了。一打开，它完全没有融化。正常应该是冰淇淋要融化，你那个海绵蛋糕有一点湿湿的。对，完全没有融化，完好如初。我想说，放了10分钟在常温，它没有融化的冰淇淋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是真的冰淇淋。对，好可怕。那个不叫冰，那叫凝固剂。我放多少？我想说。是冰淇淋吗？然后我把它拆开，我吃了一口，然后我用咬，那冰淇淋是用咬的，咬变成它变成碎碎碎碎一块一块一块，但它还是没有融化。它到底是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完全不敢吃，放太多凝固，整个都是凝固剂，对，在太阳底下都不太会融化，都不会融化。它只有冰淇淋的部分稍微流一点汗，就这样子而已，然后都没有，其他都好好的。哇，好爱吃的冰淇淋。哇，那要舔很久哎，可以放很久。其实因为我是像雨欣一样，我曾经踩过雷，因为我这样讲真的，团购群组的美食看起来都真的很好吃，然后真的是也是买回家之后没有像那么恐怖不融化冰淇淋，但是买过的看起来很可爱的那种巧克力生乳卷，就吃起来就拍假，完全没有巧克力的味道，看起来像巧克力，对，吃起来没有很可怎么做的，对不对？那是不可思议，那味道是怎样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海绵蛋糕味，但它是黑色的，哦，很妙吧？对，所以就是我会觉得这些团购美食的资讯基本上呢就是很骗人，然后都说是照片骗人的骗，所以我自己比较信任身边周围的人，真的口碑行销就真实的这种口耳相传，那试过的，对，真实像你真的朋友讲的，对，试过的。那像我们其实在媒体圈的好处就是很多记者会去采访专题嘛，所以他们会去拍摄工厂，那其实很多的化妆品或是卸妆蜜这种都是代工厂化工厂做的，它出来就是贴牌嘛，那有一个牌子就是它真的很好用，然后记者去采访之后呢，工厂就说，那不然我们就直接厂商直购给主播们，因为我们也都化浓妆嘛，然后就又很便宜，然后刚好效期又到，大家都这样10条20条囤，价差很多，而且真的很好用。对对对，那他真的就是某某牌的，然后他只是没有贴牌而已，然后对，所以我觉得这种身边的人真实的口碑行销就很棒。然后就像我就是在妈妈们也是有这样的口碑行销，那妈妈们就很在乎小孩的成长嘛，对不对？我女儿其实呢，她从小就是一个肉包，我自己是169，我先生180公分，所以但是我小孩从小的就是体重的曲线呢，都是体重都是80-90%，就比较上面的。可是呢，他的身高就落在这个中位数这样子，所以就比较肉肉的宝宝。现在营养，对对对。那我就希望他可以成长得快一点，然后就我妈妈说呢，可以吃一种儿童的营养品。
然后就可以让他们比较旋风的成长。嗯，所以就是妈妈群就口碑行销啊，就说这个霸高小子可以让小孩可以旋风成长。那关键在于呢，它是小朋友最喜欢的草莓优格口味，我女儿就真的超爱的，然后酸酸甜甜真的很好吃。那事实上呢，吃了之后我们真的就会有显著的改变，我们看照片都知道真的差很多。刚不是说肉肉宝吗？你看哦，同一件裤子，这个格纹裤，它那时候是幼幼班，然后就真的还是小孩子肉肉的样子。哦，右边这张照片的时候它其实小班，然后你看都已经变成八分裤了。嗯，重点是他小班啊，在路上大家都以为他大班了吗？嗯，都以为他是大班的，但他其实 right now 这个暑假才要升中班。对，雨欣是不是很好吃？酸酸甜甜的，很像那个香香的糖果的感觉。对对，好好吃的。成长的关键啊，就是钙嘛。可是不是每个小孩都喜欢喝牛奶来摄取钙，所以其实这样一包里面呢，它就是从2.5公升家庭号的牛奶摄取出来，就想象一下，喝这样吃这样一条，就好像喝了一罐2.5公升家庭号的牛奶。也喝不了那么多啦。对呀、啊，可是你这样吃一条就可以补充它需要的这个美国优质天然牛奶钙。那大家应该有听过碳酸钙，牛奶钙的吸收倍率是比碳酸钙好1.5倍。也就是钙质它是更好吸收在身体里面的。那其实成长一个关键要素叫做胶原蛋白，它还有添加日本专利的成长胶原蛋白。其实胶原蛋白不管是女明星啊或者女主播都很爱吧，我们为了烹饪，其实小孩子也需要胶原蛋白哦，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。那这里面的胶原蛋白呢，它有5公克，但这个5公克呢，它相当于15只鸡翅。嗯，哇，小孩哪吃得了那么多鸡翅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吃这样一条就可以补足满满的胶原蛋白，而且还用了独家的技术，就可以切成生态等级的小分子。其实目的是要让这个营养品呢可以更好的吸收，因为其实营养品重点是要有没有吸收，对身体才有帮助。对，酸酸甜甜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口感很好啊，就是你也不会想要吃到15只鸡翅那么油腻，然后用口水就化掉了。对啊，第一次吃我感觉好像吃一根那个脆皮酥。甜甜的，小朋友一定很喜欢，就是吃的超有效率的、啊，可以当奖励耶，超有效率。对, 對，我觉得这样子给我女儿当奖励，所以呢，她就是这样子旋风的成长。那同时呢，我们说呢，她是霸高小子嘛，霸高就是霸高，高她可以长得很快。对，啊，霸高有关键三大助攻。其实钙呢，要真的让它有效率的话，基本上是要锁住，然后还要吸收。那我们都看过盖房子，对不对？水泥要把它灌在正确的地方，所以呢，第一个关键就是它有维生素 K， 维生素 K 呢可以像身体灌水泥一样，把钙灌在正确的地方。那同时大家也听过现在很流行镁，其实镁呢就可以更锁住钙，所以透过镁的补充可以把钙锁住起来，同时再透过维生素 D 就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。因为我们常说营养品要有效嘛，你不是吃了之后流失，所以你要真的吸收，然后锁住。那再来呢，它还有维藻专利 DHA，DHA 就是吃更精明、更灵活的。我自己会很 care， 就是妈妈嘛，毕竟小孩要吃的东西有没有通过 SGS 检验很重要。那当然也是有通过 SGS 检验的。那大家担心那些防腐剂啊，或是其他的不该添加的都没有添加，添加只有对小朋友好的。加50。没有，这笔你要付钱。对啊，等下过一号店过一个礼拜，然后下去付钱。不过说真的，其实群组本身的用意就是让大家有地方可以沟通啊，大家可以互相联系感情。但如果因为这种被讯息炸到很烦躁的话，那种选择不读不回，然后关提醒，然后甚至潇洒退群，都能够干脆利落。解决问题像他一样啊，对呀、啊，直接就退群了。其实如果真的不想在群组，你就退群啊，因为对我们来说，潜水员也很麻烦。对对，其实这也是一种压力，也是麻烦。对啊，不回也不行。今天谢谢大家的这个讨论了，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上我们的粉丝团来按赞、留言跟投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开战吧，让你永远选北边。今晚开战吧，让你总是被参战。新形态互动式综艺节目，快快来订阅，按下小铃铛哦。小铃铛哦。